家照着跟我过，他们是人家办的公文。我们家，你们家，嗯，你可找不着，恁姑娘说过了。哎，我到家了呢，我说给你，我偷偷说给你们。咋电位的？啊，咱也为了，他是，你这儿子咋就给你翻盖了？总得去翻盖吧，你这是人。不是咱俩，咱楼，咱这住的楼好几天。咱楼刚刚找不着，找楼去了，找不着。要不这儿一个大概。我去大概。我这都找个天找不着。我这个天找不着。两个人是不是偷鞋改草了？啊，你是不是偷鞋改草了？嗯，我切了，走了。我就不是正经改了。那切了也走了，切了他会跑了是吧？不能加光嘛，走。不能加光，里头装了手了，装了镜呀，不能加光。嗯。这草人养好了，走了，过来养个手东西了。嗯，切了的养个手，不然我第一回养。哟，不是这做哦。这肯定是鞋改草了，你都养了多少儿？你说里头人一加光，它才要发红了。行，发了红了，这不是在这地上都发了红了。行了，人都要把毛刷过，我就不知道，我都养了多了。行了，都快到了两脚着了啊！一会儿回来我就。今儿身上就吃了它，不是我操了，不是没没。你可真真就着理由着了着，我着一下根了，它就长成红色了。你就说说跑了，今天上去不吃些干面条吗？不是那个吃了不是老好了，中不隆隆的。我也能吃。好，今天身上吃了它。那吧，那就看看那活可行。嗯，你说这是国风的差距啊，这都已经成了，还说没说经验？我就说你头发长家事多，我就没见你都长了好多了，都你长在了多了。给我吃一顿卤面了，偏红萝卜。嗯，抓了老是给你吃，这是真磨了。你这是吊我的胃口了。因为咱家买的糯米线了吧，那菜炒点新的，尝尝好不好吃？侬可以尝尝呗，是高压锅炖的。嗯，高压锅焖个糯米好吃。这样会背几首？你都把同学你的同桌啊，你的同桌你背的也是背了二十首。你会背几首？妈妈不要求你比过你了还，你轻轻背了他，溜溜熟了就中。开始。易水送别，此地别应丹，壮士发冲冠，昔时人已没，今日水犹寒。王之涣，登鹳雀楼，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，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刘长卿。逢雪宿芙蓉山主人，日暮苍山远，天寒白屋平，柴门闻泉沸，风雪夜归人，心弹琴，零零七弦上，静听松风寒，古调虽自爱，今人多不弹。送林澈上人，苍苍竹林寺，遥遥钟声晚，何里待斜阳。中秋夜，远破上寒空，静听松风寒。又画了出戏了，又成人家么了？嗯，咱家没能说话，咱家说话我给你们看。这汤馍吃了上火吧，光在家吃。我先等着吃汤馍，下给你炖汤。哪个馅儿的？这半黑了，光炒的菜也中了。吃菜你说我就不该吃菜吧？菜我瞧俺娘家发愁呢，哈！我吃的菜我瞧的。郭鑫，嗯，磨好吧，吃的全康烧的火中不中了啊？嗯。好不好？先转。嗯，没事就不要烧呀。你还要转？你过去先转来，赶紧。开了可以，开了看了，这说明熟透了。对，我最喜欢吃汤馍了。媳妇，媳妇，就弄娃娃给你蘸点吃。这，小啊。